发现这个心跟想有什么不同？刚才说了，心是真的，想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心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，想刹那生灭。找不到两个念头是相同的。生灭。不同，这是假的。真的没有生命，完全相同。所以十报图里面的菩萨，可以说他跟佛是平等的。只是无时无明习气没断，无明断了，习气有存。习气断尽，他就自自然然入常寂光了，融入常寂光，跟常寂光成一片，像我们这个小讲堂有十几盏灯，灯一打开，每一个灯的光融在一起，就分不开了。成佛就是这样，这个不是等觉，等觉没有到这个境界，妙觉，妙觉就是光光融成一片了，只有光，没有色相，就是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念头的现象，连自然现象都没有。这个光就是身，光就是土。我们讲常寂光。法性身，法性土，是一不是二。在十报图里面有形象，为什么？它有带着习气。可是法身。如来跟那些化身菩萨有缘，没有说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常寂光土除外，没有说这个。那既然没有说，我们就晓得佛度众生，包括十报图、方便图、同居图，通通得度啊！这个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慈大悲。